送佢哋，我亦都送俾所有嘅教牧嘅，包括唔系净喺香港嘅，喺国际我都送俾大不同嘅教牧。咁我今日所讲嘅信息咧，就系讲到咧系，睇下先吓，呢个未有反应，有冇咩原因系咪 ？OK， 好，今日咧讲到嘅主题咧就系发掘。建立同埋運用屬靈恩賜，就係話咧，其實神咧係好樂意使用每一個人。而我哋好明白一點好重要嘅，就係話神嗰個俾我哋本來嘅恩賜咧，係可以好大發揮嘅。我俾大家一個圖畫，想像有一個基督徒，佢有心去服侍主，但係咧佢用肉體去服侍。咁例如點樣咧？嗱，佢真係做啊，佢有眼前有咩做，佢就做啊。佢會去有呢個心。但是他的里面呢没有一种热切的心，没有一个热切的火。譬如他传福音，他是讲的，他讲给人听，不过呢人家感受不到他的火热。但是当他这个恩赐发挥和有圣灵的充满，圣灵的同在，他每一次讲的时候，他心里面都充满热切。就是说这个神真的很好的，他真的很爱我们，很关心我们的。那听的人都见到他，哇，點解咁熱心嘅咧？點解咁火熱嘅咧？係會更加受影響嘅。咁我意思係乜嘢咧？同樣做同樣嘅嘢，但係有聖靈嘅恩賜同埋有聖靈嘅火焰咧，係非常之唔同。大家都可以想像下你嘅生命，你覺得有冇咩原因？譬如話，你覺得你自己嘅發揮嘅程度係咪已經去到極盡咧？因為你只係隨意嘅。是这样以这样去发挥呢，我今天的信息就是帮助大家去发掘，然后怎样建立和怎样去发挥这个属灵的恩赐。首先就是神很乐意赐下，就是这一点很重要，就是不要觉得你用威，有很多人就譬如去到聚会他就很想找那些恩膏服侍，就是为我祈祷给我多些恩赐，很多人都有这样的心态的。这个呢我不覺得是錯，不過如果他只是想著你為我祈禱我就搞定，是有些問題。因為恩賜的發揮不是只是有個人為你祈禱一次你就得到，而是你恆久和神有這種長久的關係，並且心裡面呢以神的事為念。當我們以神的事為念，心裡面關注天國的時候，你的心裡面就自然有一種火熱，聖靈就會催逼的。只是一次的禱告並不會令到你以後都是滿有這個恩賜的，所以很重要是神想給我們。不過給什麼人呢？其實個個我們的心好像道門，這道門很多人是不是開得很大，所以呢神的恩賜和能力是來到他身上不是很大的。但是當他的心裡面火熱，這個心就開得很大，當他開得很大的時候，神就可以隨時做工的。其實很多時候我自己，我不是一個先知性強的人，我為人祈禱是往往都沒有什麼特別的領受，有時有不多，但是我強項神給我就是教導。神是真的不同時間給我很多的提示，譬如這個輕鬆得勝裡面很多的教導都有很多人說當他應用的時候覺得很實際，都是神教我的。那我只是先坐在那裡的時候祈禱，神都給我這個意念。个意念系咩咧？其实个个人都好大发挥，但系咧，当你嘅心愿意，你嘅心打开咧，嗰个发挥系更加大嘅。呢个恩赐有时同样一个人弹琴，我自己本身咧，神俾我去弹琴，其实我学弹琴咧学咗一年嘅啫。咁啊，但系神俾我一啲好嘅老师，咁我摄录咗佢之后咧，我就自己要练喺度练。同埋咧，喺有一次我为一个聚会预备嘅时候咧。我就忽然間有個意念，點樣更加放？當我一放嘅時候，我發覺咧就彈出嚟完全唔同曬，即係話原來同樣嘅技術，但係當呢個人心裏火熱係完全唔同嘅，全方都一樣嘅，同樣嘅知識，同樣嘅口才，當佢有火熱嘅心嘅時候係完全唔同嘅。咁所以第一就係我哋知道神係好樂意將巨人嘅恩賜咧賜俾我哋嘅，呢個唔係好有反應。啊，有咩原因呢？OK， 好，但这个未转。OK， 好。咁啊，以弗所书四章八节呢度话咧，所以经常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其实咧，
即係神咧，係耶穌升到高天，耶穌得勝勝過魔鬼嘅時候咧，佢就掳掠仇敌，将各样嘅恩赐都赏俾我哋。其实我哋有各样恩赐，嗱，当然每一个人恩赐系唔同嘅。喺马太福音25章讲到有5000、2000、1000两银子不同嘅恩赐，个个人都唔同。不过唔紧要，无论你系有5000、2000或1000，无论你嘅恩赐可能系敬拜，可能咧你系教导，可能你系弹琴，可能咧你系其他嘅方面，无论系边一样嘢。神俾足夠我哋可以能夠發揮淋漓盡致嘅，咁我希望大家都深信神咧已經掳掠仇敵啊，將一切嘅恩賜咧足夠嘅賞俾我哋。我哋個個都有好大嘅原因去發揮。我哋有一日去到天堂嗰時咧，神就俾我哋睇，你睇下我為你預備咗乜嘢？咁咧我哋就自己睇一睇，神預備咗好多，不過我應用得好似好少喎。咁可能嗰陣時就話。哎呀，我早知如此，我早知道神原来咁充满爱嘅。嗱，好多人去过天堂，佢好感受到神嘅爱，而最重要有恩赐，发挥一定系有爱。好多人去到天堂，佢感受一种无条件嘅爱。当我哋喺个心里面充满呢种无条件嘅爱嘅时候咧，那个恩赐自然就会发挥。你有爱嘅时候咧，那个恩赐就非常之唔同嘅。所以我希望大家咧有呢种嘅热切嘅心。俾神爱嘅心，亦都深信神爱每一个人，亦都深信神爱我哋，好想使用我哋。我哋嘅心灵咧就被神咧去激励嘅。嗱，我哋睇下哥林多前书12章呢度讲到恩赐啦。其实恩赐有好多种嘅，有可以话比较即系冇咁超自然啦。其实都系超自然嘅，比较冇咁超自然啦。譬如弹琴咁啊，即系比较冇咁超自然啦。咁而呢度咧，講到有啲比較超自然嘅神蹟奇事啊，呢啲，但其實全部都係超自然嘅，都係靠神嘅能力嘅。我哋一齊讀嚇《哥林多前書》12章9節，又有一人蒙這位聖靈賜他信心，還有一人蒙這位聖靈賜他醫病的恩賜，又叫一人能行異能，又叫一人能作先知，又叫一人能辨別諸靈，又叫一人能說方言，又叫一人能翻方言。大家留意到咧，呢啲經文所講嘅咧，都係一啲比較超自然嘅，即係佢提及一啲超自然嘅。其實有好多其他，譬如治理啊，呢啲都係management 啊，呢啲都係恩賜嚟嘅。不過咧，呢度就冇提到嗰方面，就多啲提到係超自然性嗰方面嘅。嗱，信心咧，馬丁路都有講到不同嘅信心喎，講到得救嘅信心，亦都講到一個 heroic faith， 就係話咧。嗱，佢用中文翻嚟英雄式咧，就唔係好啱嘅，即係一種比較偉大嘅信心。佢係講咩信心咧？就係話，當有人有呢個信心，呢個大嘅信心嘅時候，佢可以得著醫治啊，或者有為人祈禱，佢得著醫治啊，呢種神蹟性嘅醫治。咁咧就話咧，信心嗱，信心我哋個個都信耶穌，所以我先係基督徒。但係咧，有啲基督徒佢會深信耶穌就喺度。耶穌有奇妙計劃喺我哋身上，耶穌喺佢身上都有奇妙計劃，佢唔會因為疾病而受難阻，佢一定有佢嘅計劃嘅。咁嘅時候咧，無論發生咩事，佢都會相信。其實喺呢個時代咧，我自己睇到呢個疫情咧，真係比較嚴重啊。佢嘅嚴重咧，似乎好似比沙士冇咁嚴重。沙士啊，致命好高，不過呢個疾病咧個困難咧就係佢個廣傳好勁啊。真的很難制止，有些國家增長得很厲害。我自己覺得這是一個末世的警告，真是一個末世的警告。末世快到，耶穌快回來，敵基督快要出現，我們快要預備好面對大災難。很多基督徒就其實我自己是研經很多，我發覺聖經是說是耶穌回來，不是災難前，是耶穌回來災難之後才被提的。我在網上也有講到這件事，是用釋經的方法，用聖經去證明的。即是基督徒是面對大災難，面對大災難很多人就很害怕的。但我想講一點就是這樣的，在大災難的時候是完全不可以靠錢，不可以靠你的能力，因為你有錢都買不到東西吃的。那時候的基督徒只有兩個選擇，一個選擇就是拒絕這個受印，拒絕受這個印記，拜這個受像。這樣的時候，他是完全要依靠神供應他的生命，他的食物、水、或者他的生命的保存，
都完全要靠神。咁另一種可能性咧，就係真係有啲基督徒放棄，佢話我唔掂啊，我唔掂啊，我唔得啊，唔得啊，我有好多人要照顧，我一定要拜壽啊嘅時候咧，佢就唔倚靠神啦。喺呢個將來呢個災難嘅時候，只有兩個選擇，一個選擇係完全倚靠神，係百分之一百倚靠神。雖然有一個好困難時期，但係一個試煉嘅時期，喺一個時期將真基督徒分辨出嚟。亦都有好多虛假嘅基督徒喺個時候咧就會跌倒嘅。咁我希望大家咧真係企得穩，亦都知道耶穌話咩咧？佢話喺呢個時候咧，耶聖靈會同你講，親自指教你當說嘅説話。所以喺末後日子，基督徒係會有更強嘅恩賜。咁佢會指教我哋當說嘅話，即係受逼迫嘅時候，你講咩説話？自然聖靈都會話俾你聽，你唔好去嗰度啊，嗰度有危險。你去邊度？你用咩方法供應你自己？你點樣保護你自己？聖靈會教導我哋，神會容許嗰啲基督徒全部浸一聲俾佢殺死曬嘅。神一定有方法保護相當嘅基督徒喺大災難中站立得穩。而我覺得呢個時候咧，反而我哋更加堅強，亦都咧好多神蹟奇事，可能咧五餅二魚啊，可以餵飽好多人啊，或者甚至咧好似摩西唔使食唔使飲四十晝夜。可以生存，亦都可以行喺水面，可以逃走啲敵人，或者可以移山。喺嗰個時候咧，真係當人倚靠神，完全倚靠神嘅時候，神蹟奇事就發生。如果大家有機會上網睇，如果你係大家識聽到英文嘅咧，有個節目叫《It's Supernatural》，個負責人叫 Sid Roth， 佢有好多不同嘅請不同嘅人嘅見證，係好奇妙嘅。即係有啲人咧，佢直情咧係死咗啦。翻生啦，有啲咧係，譬如有一個咧，其實我睇過好多不同嘅故事，有啲喺嗰度，有啲唔喺嗰度啦。有個人咧，個醫生判斷佢死，準備同佢解剖啊。佢媽咪話：你唔可以同佢解剖，我為佢祈禱，叫佢翻生。咁你真係嗰個人翻生嘅，變咗個人咧個肚有個刀痕啊，佢已經開始將佢切開個肚啊。即是神可以做一些很奇妙的事，有些是绝对是没有可能医治的疾病可以被医治。即是在这时候为什么这么大的神迹呢？就是因为那时候人觉得没有出路，唯一的方法就是依靠神。不过在今天很多人觉得我还可以靠银行，我还可以靠我有的东西，我有的屋，有的家人，所以变成基督徒的依靠神并不是很强。我希望大家知道我们依靠神什么都有，依靠神咧，真系你嘅生命可以不断嘅发挥。咁你要讲到呢个信心咧，就系我深信神凡事都能，并且佢能够大大嘅使用我哋，祝福我哋嘅，俾我哋医病嘅恩赐。当你凭信心去做嘅时候，你会好惊讶你所见到嘅医治。我曾经试过有癌症嘅得医治，佢嚟到咧，佢系好痛，佢咧就，但佢好投入。我话你投入啦，因为越投入嘅时候，神嘅工作越大。他越投入的時候越放鬆，他就跟著充滿喜樂，在那裡很大聲笑，笑完之後他說我已經不痛了。又回家檢查的時候，他的癌症是沒有了。我在網上都有這個影片的，即是神可以做奇妙的事，又叫人行異能。異能就是說一些不可能的事，譬如移山啊，行在水面上啊，五餅二魚餵飽很多人啊，神都可以做這些事的。作先知，有些人就說這些不可能的，我自己親，即係我自己親自經歷過，人咧同我講一啲預言咧係非常準確，亦都有啲係唔準確。咁啊，在乎嗰個人嘅生命，即係在乎呢個人同神嘅關係。有一次我喺個聚會，有一個人三唔識七嘅，佢同我講，佢話咧，我想為你祈禱。跟住咧個聚會之後，佢為我祈禱咧，佢唔係帶領個聚會嘅，然後佢就話：你而家面對緊一個好大嘅逼迫，好大嘅困難。你一定要多祷告。而当时我真的是因为圣灵工作的缘故受逼迫。而另一个聚会呢，就是刘竹川牧师。在个聚会很多人在香港的时候，他就为我祈祷。他一祈祷，即是他即时领受的。他说有一群群人现在准备攻击你，你一定要多祷告。这些都是真的很真实的运作，先知的运作。我也曾经有一个同工呢，他是很有这种领受神的声音 的恩赐的。我和他一起行去宣教，我们就
在我中間的站就等個飛機，要坐車去個飛機場。咁嗰啲人就話：你未夠鐘，你就要坐喺呢個禮喺個隔喺呢個堂大堂嗰度等，等到我哋叫話有去飛機去飛機場，唔係有車去飛機場，你就出嚟啦。咁我哋聽到有車去飛機場，我哋就出嚟啦。跟住一班人上咗個大巴士，又放低行李，跟住上行到中間咧，呢、這個童工同我講：耶穌話俾佢聽，呢架車唔係嘅，我哋過跟住行嗰行入去噶嘛。即係自然跟住佢哋，咁我哋問嗰啲人：呢架車係咪飛機場？佢話唔係，隔幾架先係。因為當時叫咗兩架車，我哋唔知道叫咗兩架車嘅人出去。咁然後咧，少數人就去咗飛機場嗰、那個，跟住我哋去。呢個一個例子啊，即係話人可以領受神嘅聲音。嗱，我自己唔係一個先知性強嘅人，但係咧，我真係領受好多神教我點樣去教導人。咁我希望大家咧，都深信神会给你各样的恩赐，神会跟我们说话，因为耶稣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们个个都可以听到神的声音的，又能够辨别诸灵。我也见过有人有恩赐，他为人祈祷，他即时了解，即时知道他的内心的情况。有一个人，他很长时间他领受安静等候神，叫王传道。在我的影片之中，你找叶王传道叶牧师，你会见到的沙漠王。他呢是当他入一个地方，他的灵能够领受知道每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即是他跟神的关系很密切。他的灵是非常之通的，即是真的有人可以有这些恩赐的，还有讲方言和翻方言都是神所赐给我们的。希望大家呢深信其实有很多礼物可以给我们，只是我们拿多少而已。好了，那神呢也都在以赛亚书二章里讲到呢，神的心是所有人都被圣灵浇灌的。我一起读一下，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这个话呢，神说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当然这个是指凡是信耶稣的人，即是所有信耶稣的神都很想充满。不过事实上在这个世代很多人不接受，那这个非常之可惜的。我自己都很想跟他们沟通，不过他们实际有很多不愿意，也都有些人愿意。有很多因为什么缘故呢？宗派缘故。如果他们一接受圣灵充满，他们立刻被炒鱿鱼。第二个就是人的拒绝。当一个人是圣灵充满，一讲出来立刻被周围他们的基督徒立刻拒绝。所以有很多人就很害怕。咁我自己有諗過一個方法咧，如果有啲人佢係願意嘅時候咧，用一個方法幫助佢明白聖靈工作。喺我嚟講咧，聖靈工作咧，其實就係同神有密切關係。聖靈充滿就係同神有極度嘅密切嘅關係。而呢本書《輕鬆得勝》咧，都講到呢種同神相愛嘅關係。所以我為人祈禱咧，我唔係大聲嗌嘅，我唔會話 power fire， 即係我唔會唔使嗌呢啲字啊，我係會啊。耶稣好爱我哋，多谢天父，主耶稣而家爱紧我哋，谂喺度想念我哋，同紧我哋一齐喺度祝福紧我哋，打开个心，我哋就可以领受。即系话咧，系建立同神嘅关系越深，圣灵嘅充满就越大嘅。咁咧，我有谂过个意念就系话咧，如果有人佢话你嗰啲唔系圣灵，咁我咧就邀请佢做一样嘢。如果你我话你愿意去了解。因为圣经讲到他要将他的灵浇灌凡有血气，如果你愿意了解，你做一件事，你日日都多些赞美神、爱慕神，不是只是祈求的祷告。因为很多人呢，他们只是祈求，所以呢他只是神啊，给点钱我，快点叫我结婚，快点生仔，仔又读书很厉害，即是祈求那些，即是整个祈祷的祈求，祈求什么祈求什么，多些建立关系，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这个就是我们的祷告敬拜最重要，就是爱神，还有活在神的爱中，祂是爱着我们的。当我们你用长一点的时间去赞美神、感谢神、去爱慕神的时候，你试一下为一些人去按手祈祷。我会邀请他们，喂，你试一下做，不是我做，你做，你看看有什么后果。其实我会深信有很多人其实他是
祈祷的时候会有很多人经历圣灵，不过他们不使用。但圣经讲了按手祈祷，为什么不使用呢？其实没得解释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明明圣经讲了但他们不用呢？那我都希望大家，如果你有机会，第一你自己去用，你自己去亲近神，多亲近神，然后你为一些人有需要祷告，你会很惊讶神会使用你。然后有些人不接受，你说你做啊，你试下做啊，你试下多祈祷。那我们都会说过，有时有些情况有些人不开放，可能没什么经历，不过不要紧，你继续做，可能你就会经历更多的。而在最常有经历是什么呢？平安、轻省、身体舒服，整个人轻松了。这个是最常有的经历，因为耶稣说将平安给我们，将我们的重担拿走，还有叫我们肉身安然居住，都是最多人经历圣灵的方法来的。很多人都说过，他说我祈祷很安静，这个就是圣灵工作。那个问题就是你是否进入高度的平安，高度的神的同在。所以呢，神的心是将圣灵浇灌，凡有血气，个个都有份。你跟隔壁说，个个都有份啊，你都有份啊，你都可以被圣灵充满啊，永不落空，凡信耶稣的永不落空。咁有啲咩后果呢？佢就话要说预言、见异象、作异梦。咁有啲人我冇喎，我就会鼓励你多啲留意神嘅声音。嗱，其实个基督徒都有，因为圣经话咗，耶稣话我嘅羊听我声音。嗱，咩声音我哋一定听到咧？你得救一定听到，就系、是、提醒我哋有罪嘅声音，听唔听到啊？当你犯咗罪咧，个心系啰啰挛嘅，硬系唔舒服嘅。这个是圣灵的声音，你留意到这个声音呢？你留意你听到呢？现在我说呢，可能你会有些意念的弹出来，就是说我可以怎样进步，我怎样悔改，我怎样改变。这个是圣灵提你的，不是只是我说的说话，是圣灵会使用神的话语去鼓励你的。你留意当你读圣经的时候，圣灵会提你一些东西的。然后当你安静祷告，就是我们，我曾经讲过有三种的祷告同神建立关系。一个就是恩典的祷告，宣告神对我的恩典，由上至下的神爱紧我，多谢天父爱紧我，多谢天父陪我一起，多谢天父关心我，你想念我，你祝福我。那这个是恩典的祷告。第二个是敬拜祷告，我感谢你，赞美你，我欢喜你，我喜欢你。由互动的祷告就是怎样呢？我深信我一路爱神，你一定好喜悦，你一定跟我一起，你一定祝福我，你一定回应我，未必照我的方法，但你一定有你的方法回应的，神不会没有反应的。那个时候你祈祷是会有信心，我祈祷神一定听，不过他用他的方法回应，怎样回应我不紧要，总之神的回应一定是最好的。那你时时这样祷告呢，还有当你安静，就是说这三种祷告建立关系。另一种祷告呢，就是你可以听诗歌，或者自己哼歌都可以的，或者不哼都可以的。怎样哼歌呢？哦耶稣，随着内心的感动。你就不要去想了一会吃什么饭啊，那边很衰啊，那些你就立刻放低。有时你想到一些人可能神要你处理，但是你就在那里享受神。哈利路亚，多谢耶稣，多谢天父，哈利路亚。当你祷告的时候，慢慢你会留意到会有些意念出现的，或者你预备信息啊，你一路哼歌啊，或者你洗碗啊，安静的时候，同埋咧，当你瞓醒同埋就嚟瞓着嘅时候咧，同埋有时喺梦中咧，都会有啲意念提醒你嘅。我试过有好多不同嘅意念，我太太都试过不同嘅意念，即系神咧系可以用不同嘅方法向我哋讲说话，只要我哋多聆听、多留意、多留意一啲意念，我哋本来都冇谂到嘅，忽然间会弹出嚟，呢个系圣灵可以对我哋讲说话嘅。好啦，咁恩赐嘅作用系咩咧？系叫我哋配搭啊！嗱，我哋睇到嗰啲世界级嗰啲乒乓球手咧，佢唔系净系用个手打乒乓嘅，其实佢哋教导咧系唔系用手打，系用个脚打，只脚拱个身，脚拱个身，由个手咧顺势去咁样，跟住咧就用成个手嘅一个膊头啦、个手臂啦、个前臂啦，同埋个手腕啦，咁一齐用晒，系用个脚嚟到喐先嘅咁啊。如果唔系用脚喐先咧，打得太大力就会伤嘅。恩赐都一样，系全个身体配合。所有嘅基督徒，我哋系一家人，
唔好話，哎呀，佢叻過我喎，佢渣過我，唔使比較。佢點樣軟弱唔緊要，佢嘅問題，我哋鼓勵佢建立佢。而配搭，當成個教會有啲咩方向，有啲咩侍奉，我哋一齊配搭。咁嘅時候咧，而恩賜就會使用，因為恩賜咧就係、是、當人合一，以神嘅事為念，以教會為念嘅時候，就會神就會運作啦。恩賜嘅不同，哥林多前書十二章十一節，一齊讀嚇。這一切都是這位聖靈所運行，隨己意分給各人的，係聖靈隨己意。咁你話神隨己意，不過佢俾我就少啲喎。我就話俾你聽，你有嗰份，你肯去親近神，都一定唔少噶。神會有一日去到天堂話：對唔住，我俾得太少俾你啊！咁你所以你好努力都做唔到，乜都做唔到，因為我冇俾你啊嘛。我相信神唔會咁講嘅，神係會話我俾咗好多你，不過你用得咁少啫。所以我希望大家知道神其實俾我哋一定足夠嘅。咁我哋點做咧？第一揾到自己恩賜，其實揾自己恩賜唔難嘅。點解咧？原來每一個人有你嘅自然傾向嘅，呢、這個自然傾向係神做俾你嘅。你見到有啲嘢你特別想做嘅。佢有啲人音樂，佢特別有興趣嘅；有啲人咧幫人、聽人講嘢、關心人，特別有興趣嘅；有啲人喺行政特別有興趣嘅；有啲人喺神嘅話語特別有興趣嘅。即係每一個人都有你不同嘅恩賜嘅，或者咧任何可以有貢獻嘅地方，即係你恩賜，或者你貢獻嗱，有啲貢獻唔使恩賜喎，執凳唔使恩賜嘅係咪？搬凳唔使恩賜嘅，咁呢啲可以人都做得嘅。咁你可以貢獻嘅，我哋就做啦，就努力去發揮同埋欣賞任何嘅貢獻。我任何做到，多謝天父，我神使用我，時時都有呢個心，多謝天父。唔需要人認同，即係話冇人認同唔緊要嘅，神認同就得啦，唔使一定有人讚我嘅，冇人讚我都唔緊要嘅。咁神就歡喜啦。嗱，我哋嘅肢體咧係不同，但係咧要配搭嘅。臨前十二章十六節，我一齊讀嚇。切若已说我不是眼，所以不属乎身子，他若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若全身是眼，从哪里听声呢？若全身是耳，从哪里闻味呢？有一节，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有六节，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嗱，呢度講到咧，身體不同嘅部分，我哋用一個比喻就係眼，你唔能夠同個耳仔講啊，我唔使耳仔啊咁啊，全身都需要，所以每一個人唔能夠話，喂，你就係識湊仔，我唔使你啦咁。每一個人有佢嘅不同嘅恩賜，我哋個個都需要配合嘅。嗱，大家睇到呢幅圖咧，呢、這個打羽毛球咧，你真係好勁啊！你見到佢咧，唔係淨係個手打嘅喎，佢用埋個腰打，睇到佢啊，個腰。咬喉又發過去，咁成個身彈起啊！只腳咧又用埋力，用埋力個腰咬喉咁樣發，咁樣發前去冚落去，所以個力度咧係好勁嘅。就係、是、全身配搭，佢唔能夠話腰啊，我唔使要你啊；腳啊，我唔使要你啊。係全部一齊配搭嘅時候咧，我哋就會下面嗰度就講到咧，即、就、係、是、能夠配搭啦，同埋咧肢體唔能夠話。就一齊受苦，一齊歡，一齊得榮耀。所有肢體就一齊快樂，一同快樂。就係話咧，我哋見到有人有恩賜，我哋就欣賞佢。我好欣賞只先出嚟領敬拜，同埋有個小朋友打鼓，嚇、啊、小朋友打得好好喎，佢真係好有節拍感啊，覺得好特別。因為好少教會有小朋友打鼓噶嘛，係咪？咁啊，同埋有小朋友一齊領敬拜嚇，咁、啊、咧就神嘅恩典。咁啊，欣賞佢，鼓勵佢，你將來越嚟越發揮噶，可以更加俾神使用，你已經做得好好啦，多謝天父。即係話呢種欣賞嘅心咧，同埋配搭，同埋鼓勵支持，就呢個係非常重要嘅。咁而恩賜咧，好重要就係我哋有生命有優次，乜嘢係最重要，乜嘢係次要嘅。想我哋恩賜發揮，第一要最重要就係、是、第一一定係同神關係。同佢建立一個相愛關係，同神關係唔係淨係有啲人同神關係成日都係驚神嘅。嗱，我哋有敬畏神，但係嗰個唔係驚啊，我係尊敬佢，我唔敢犯罪得罪佢，但係我唔驚神，但係我敬畏佢，我知道我犯罪得罪佢，
我時時係中意神，我亦都深信神愛我嘅。然後咧有神嘅生命啦，充滿聖靈嘅果子，就係話充滿仁愛、喜樂、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實、温柔、節制。生命裏面咧充滿平安同埋愛，輕輕鬆鬆。嗱，呢個已經係見證嚟嘅咯。當你成日都係充滿平安喜樂，哈利路亞，真係好啦，感謝主，真係開心啦，已經係一個好好見證嚟嘅啦。呢個必須有。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見過有啲人侍奉得嚟好猛嘅，同埋幫人幫得好猛嘅，成日都話人唔好嘅。嗱，嗰啲因為佢個裡面咧成日都係律法。咁我呢本書咧《輕鬆得勝》都好強調呢個恩典同律法嘅平衡啊。即係我哋一樣遵從律法，不過係恩典充滿，然後去遵從律法，唔係律法推動，動力係恩典。嗱，咩叫律法推動呢？我要做嘅，如果唔做，神會罰我噶啦。我要交帳啊！嗱，呢個就係律法推動，恩典推動咩咧？神係好愛我哋嘅，神愛我又愛你，個個都愛。我有神嘅心，我都好想愛大家，因為神嘅愛，我嘅生命好寶貴，可以祝福好多人，佢哋又好寶貴。於是，我好想祝福。就好似個婚姻，夫妻如果彼此相愛，佢唔會話：喂，你尋日洗咗，我尋日洗咗碗啦，你今日到你洗碗啦，你今日唔洗，我唔洗噶啦。唔會咁樣噶，佢就會話：啊，你唔得閒做，我幫你做啦，或者我陪你一齊做啦。即係總之覺得唔使分，唔使分得咁清嘅，大家一齊配搭。咁嘅時候咧，佢就會開開心心。啊，有個太太咁好，我太太非常好啊，感謝主啊！我又好珍惜佢嘅，我唔想佢有任何一次覺得我係故意令佢唔舒服、唔開心。我唔想有任何一次。不過有好多夫妻係點咧？硬系中意整句嘢去叹下嘅，你成日都唔记得嘅，你冇用嘅你啊，唔系真系蠢过人噶你。呢句说话咧，佢又觉得激下佢，其实佢系会真系个心里面受伤嘅。所以我哋咧记得唔好伤人，系建立人，有呢种平安轻省嘅心，恩典推动系非常之重要嘅。同埋咧就系爱人祝福人啦，即系对人先有个心，我想祝福人，并且尽个人嘅责任。然後在事工上侍奉，那個次序不是事工先，首先跟神關係，由你裡面的生命和對人好，先是去到事工的，有一個愛人的心。好了，怎樣發掘你的恩賜呢？首先是跟個人傾向，譬如神給你音樂啊，或者作見證啊，全部有些人一信耶穌立刻很想作見證，關心人啊，或者分享信息啊，無論哪一方面，或者行政啊，或者是管理啊，任何一方面，你留意一下你有啲咩傾向嘅。咁然後咧就係、是、個步驟啦。個步驟係咩咧？第一就是愛神同神關係好啦。第二親近神，被聖靈充滿啦。被聖靈充滿，你唔好以為話話一定要按手先聖靈充滿，而係時時都係話神係最好嘅。神是最对我最好的，所以我成日都爱神，我成日都多谢神，我成日都享受神、欣赏神、欢喜神。当你成日都有这个心，你自然被圣灵充满的，即是你的心很喜悦神，时时都欢喜神，成日都喜欢做神喜悦的事。这样的时候你亲近神，你就越来越被圣灵充满了。也都是很重要，就是有神的话语了，一定是建基于神的话语的基础是非常稳阵的。然後就學習憐憫人，見到新來的朋友關心他。在我信主沒多久，我就開始想，不知道教堂的人是否個個都信耶穌的呢？那時候我信了沒多久，我就走去問他，啊，發覺他不是，那我又跟他談。那時候我特登早點回團契，跟著跟那些人聊天，跟著完了我就特登留下，就跟他們走去很遠很遠路，然後我自己又回家。即是我是在我初信，神已經給我這個動力去關心人。我也希望大家會有這種動力，見到一些新來的人會關心，有些舊來的人一樣關心，牧者都關心，個個都關心。這樣的時候，神喜歡你，你什麼都有的。大家說，一起說，神喜歡我什麼都有的。神一定給你的，即是你歡喜神，神又喜歡你，你自然你想，即是你的心想做的，神就为你开路。神真的为我开很多路，现在多谢主啊。我也是很重宣教，我先看到黄一平他做宣教，我都会联络一下他。
我而家咧呢排咧，我又用英文咧喺直播。如果大家有睇我Facebook 咧，你就會見到葉牧同埋呢個復興宣教事工，你會見到我喺度直播緊，係去喺非洲嗰度訓練佢哋侍奉。咁我亦都即係總之有啲咩地方能夠建立人嘅靈命，我都盡力去做嘅。好啦，有呢個憐憫嘅心啦，跟住咧受教導同訓練，一定要訓練嘅。嗱，我相信就先個小朋友打鼓啦，佢一定有人教佢。我發覺佢識得用個手腕喎，有好多人打鼓冇用手腕，佢有用手腕嘅，因為我都學過不同樂器我都學過嘅。咁咧，我睇到佢識用個手腕，即係有人教佢，佢練習嘅。每一個人都要練習，全福音要練習，聖靈嘅運作要練習。嗰陣時我有好長嘅時間，嗰陣時阿謝弟兄同埋謝太都喺度嘅。咁咧就一齊咧，我哋又操練不同嘅方式去親近神啊。就好多人經歷聖靈喺嗰段時間，跟住咧就係操練啦。但你訓練咗要用嘅喎，操練。咁有好多人唔肯為人祈禱，點咧？佢話點解唔肯咧？佢話即係祈咗禱冇功效咧。咁我好瘀嘅喎，咁好多人就驚呢樣嘢。我就唔驚，同埋我諗定點樣處理，就話唔緊要嘅。你親近神，神一定繼續祝福你。即係唔係著重我祈禱有冇咩果效？我著重我哋信靠神。神一定做工，咁所以有人话啊，冇乜经历，唔紧要，继续啦。神一定祝福你嘅，神一定听你嘅祈祷嘅。跟住咧就喺恩赐中运作啦，即系话发挥你嘅恩赐，点样更加去发挥？即系好似我讲过话带领圣灵嘅聚会，喺我初经历圣灵之后，有一次有人带我去宣教，我就话啊，不如我试下用不同嘅方法带啲人去经历圣灵。啊，我当我试嗰时候，真系又得。原來即係話你願意去嘗試嘅時候咧，發揮神俾你嘅恩賜，你發覺神真係可以用你嘅。然後最後最緊要尋求神嘅策略，就係更高嘅策略。咩叫更高嘅策略咧？有啲人侍奉咧係中做下西做下，有乜嘢啊做下，係冇乜計劃、冇乜策略嘅。策略係咩嘢？乜嘢方法係我最大發揮？乜嘢方法更加有效？乜嘢方面是神想我做的，我就在嗰方面发挥。我自己看到我神俾我呢、这个即系教导嘅恩赐。咁啊，神俾我写呢本书之后咧，其实我仲有其他几本书而家想写嘅。不过我大部分都系会送俾人噶啦，送嘅。但系第时佢好多系电子版送出去。咁同埋点样去更多训练咧？点样能够更广嘅接触咧？呢、这个都系神俾我。去尋求神又為我開路嘅，神自動為我開路嘅，咁我感謝神嚇。好啦，而喺末期咧會有更多呢啲恩賜，就係話喺逼迫嘅時候，因為當人仍然有錢，有你嘅財富嘅時候咧，人就唔係好靠神嘅。但係當你錢都唔用得嘅時候咧，你將來你就一定要倚靠神。當你乜嘢食物都冇嘅時候，你只係話神啊，我全心倚靠你。你如果要我死，我咪死，咪上天堂咯。咁如果神要我死，你梗有方法噶嘛？我就依靠你，但系唔好埋怨，神一定有方法嘅。喺嗰时候咧，当你依靠神嘅时候，神会做不同嘅嘢。呢个啲图啦，第一就你要听到圣灵嘅声音，耶稣话咗嘅，所以我哋学习多去聆听，而家多聆听，你将来就会聆听更多嘅。第二就系五饼二鱼可以分饼俾人食啦。或者天使救彼得出监，将来被人捉了你可以行出监都得的，按手祷告带来医治，或者是经历圣灵，这个是我常常做的，也都是很多基督徒可以做。因为在马可福音16章那里讲到，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名赶鬼，还有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是这里讲到是信的人都有神迹随着，是包括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这个是我们可以更多人运作。咁你首先你 make sure 肯定你自己唔喺最终啊，喺最终嘅唔好为人按手祈祷，或者俾邪灵搅扰，你成日都俾邪灵搅扰嘅，你就唔好啦，你需要处理，你需要释放。当你祈祷都冇觉得有邪灵嘅搅扰，你又平安喜乐，你系绝对可以放心为人按手祈祷。不过教会咧就一定经过领袖你嘅传道人所即系佢哋审核，你可以喺教会做。你私人去做，你帮助人，你觉得你自己生命冇问题，你可以都可以同传道人讲，你话我有呢个心，可唔可以啊？咁佢话可以，咁你放心去做嘅时候，你发觉好惊讶，
我真的去到不同地方，我很惊讶神的工作。我曾经试过去到地方，我形容一下给大家听，我距离那个人都有个大的距离。我一讲亲的耶稣，他立刻经历圣灵，他立刻充满喜乐，立刻经历神的能力。我都很惊讶，真我都想都想不到。有些人说我失眠了十几年，忽然间那晚立刻就睡得好。亦都是有人是腰骨痛了很久，忽然间又好翻。真的神做的工作有时是我们很难以想象的，所以希望大家有这个信心，或者行在水面上，或者移山，历史上都有人曾经移山的。好了，那怎样建立恩赐呢？很重要就是一定有爱，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一节，如果能够说万人的方言没有爱的话，就好像鸣的锣响的拔一般，就好像下面那里打个锣好大声啊！那个人咧大声夹冇准啊，大声又冇爱心，咁嘅时候咧，嗱有啲人佢系好多嘢讲嘅，又好大声又好快，但系冇爱心嘅时候咧，系叫做咧真系唔系建立人，只系觉得好嘈啊！或者佢能够有先知讲道之能，明白各样奥秘、各样知识，有全美嘅信心，能够移山，冇爱就算不得什么。所以咧。最重要一定是有爱了。有些人说我没有爱心，怎样建立爱心呢？我们就想想我们本来是怎样的，如果我们没有神的爱，我们落地狱的了，我们很惨的。但耶稣用这么多方法，这么多人救我，是因为这些人的爱心，他们一直帮我以致我能够得救，我就感激这些人的爱心。当 他们这样爱我，我才可以脱离地狱，可以得救。有很多人都需要爱心的，很多人缺乏爱，就算基督徒都很多缺乏爱的。那他们这么缺乏的时候，我都愿意将我的爱带给他们，那你就为这些人祷告，慢慢你就会有更多的爱心的。在我来讲，我的动力，为什么我有动力继续去做呢？其实神给我真的，我感谢主啊，又给我健康，又给我动力啦。我已经就来69岁了，但是我依然是不想停的，我是不会想停。如果神给我120岁，我都会做到最后一刻。我又不是说哎呀要做很多，我只是说我愿意去分享。我希望大家都有这个心的时候，你就会有从神而来的力量。而这个动力很重要，就是神这么爱我，我就愿意去爱人爱神。好了，那我们怎样长期被圣灵充满？就是这个建立很重要，就是长期圣灵充满。就是第一就是对付罪，就是罪是破坏最大的。罪是一，虽然神会赦免当我们悔改的时候，但是一定会有破坏性。罪是会将你整个生命，你的家庭，你人际关系，你的工作，你的侍奉同神关系全部可以拆毁晒。所以我们一定要憎恨罪。第二就是深信圣经是最好的，圣经很多应许，神给我很多应许。第三呢，很相信神，很想充满我，很想使用我。第四，祷告用更长的时间，轻轻松松感恩喜乐 欢欣的感谢神，渴慕神，用更长的时间。还有你做其他事，刷牙、洗面、洗澡、煮饭、洗碗，都可以一路赞美神的。第五就是遵从神，尤其大使命传福音和建立人的灵命。第六就是处理生命所有的罪、负面思想。如果一个人成日都掹掹整整，他不会被圣灵充满的。然后第七就是按手祈祷和圣灵充满的祷告会是有帮助，不过一定要本人自己去建立的。这个是长期建立，这样的时候个人就会充满了。然后下一点就是高度的渴慕，好像以利沙跟以利亚说，他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地感动我。那么以利亚怎么回答呢？这句说话很特别，你所求的是很难得的，很难得的，即是不容易的，因为要付出代价。不过当我被接的时候，你如果看见我你就得着，即是说他一直注目在以利亚身上，就不会说以利亚都接了他都不知道去了哪里了。还有神给你，你当时一直注目在身上，你若见到我你就可以得着，如果不是你就得不着，是付出代价的。在我经历圣灵充满之后，很快脆神就使用我，我发觉你渴慕神会使用我。当时我看了一本书，我以为要等很久，但是怎知因为有教友要求我为他祈祷，一祈祷发觉咦，神已经使用。所以我希望大家都有这个渴慕的心，
亦都需要侍奉嘅訓練啊，即係需要訓練人。咁我自己都四圍去不同嘅地方訓練。咁咧呢個亦都大家有接受不同嘅訓練咧，你係可以更加建立嘅。好啦，點樣用啦？第一最緊要唔好埋藏，唔好收埋，有恩賜就用，好慷慨地去用，好樂意去用。在神强烈的同在的人呢更加有的，即是你越是被圣灵充满，越是喜乐，越是火热呢，就越大的恩赐的。首先有这个生命质素，有这个恩赐，还有在侍奉参与侍奉，侍奉不是一定教会的，当然可以参加教会侍奉，你见到人就关心他，见到人就充满喜乐、啊、真的呢在人的即是整个生命是流露出喜乐和爱的时候，已经是侍奉来的。任何时间讲嘢都会见证耶稣的。这样的时候呢，你就会有更在神里面有更多的成就，更多成就神的工作和祝福人，神和人都喜悦了。那呢圣灵充满是会激励人，他们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就放胆讲论神的道。咁我自己都系嘅，喺我讲到啊，神啊俾我一个火热嘅灵，深信你真系做工。嗱，我唔系话即系有啲人大声夹冇准啊。我去非洲啦，佢哋都话俾我听，佢哋讲到好多系好大声，我听到都系噶，好多口号嘅，成日都系啊 anointing will do this to you， 即系成日都讲恩膏啊，恩膏啊，能力啊，火啊，即系好多字眼啊。圣灵充满唔系净系字眼嘅。圣灵充满是你的里面有一种火热，在你的心里面很想做神的事，很想享受神的爱，被神去更新，很想活出神的生命，很想人人都得福，也都很欣赏人。这些就是圣灵充满的表现。首先做什么呢？眼前所做的，不要想着做得很大先。我听过有些人他经历圣灵，他说我要做1000人的聚会。我話你唔好諗呢樣先，你諗下你幫下你周圍嗰、那個周圍嗰陣時，你幫到一個人，你先能夠幫更多人，你慢慢先能夠擴展嘅。所以做眼前可以做嘅，你邊個人可以眼前做嘅？關心佢啦，聆聽佢啦，見證啦，傳福音啦，又逐步啦，即係由簡單嘅進入到分享信息啊，或者短宣。唔好以為你一定唔得喎。咁有啲人話我冇乜機會，咁有咩機會可以啊？小組係一個好機會嚟嘅。少咗嘅時候，你少少嘅分享，嗰啲人被感動，呢、这個就係神嘅確認，話俾你聽，你可以一步步俾神使用。同埋咧，安靜嘅時候領受神嘅聲音，神嘅帶領啊，神會感動你做乜？喺禱告嘅時候唔好單面嘅，淨係同神講，留意一下神同我哋講啲咩説話，點樣感動我哋。而咧喺聖靈激勵同埋充滿嘅狀況之下發揮。譬如领敬拜的人比较容易，你试在敬拜的时候被圣灵带动，哦哈利路亚赞美耶稣，哈利路亚，即是让那个圣灵的喜乐涌流在你的里面，或者在讲信息的时候分享的时候，让圣灵的火焰在你的里面，你尝试去做，就算报告都是的。譬如告过这个黄一平牧师所做的，哇，你看黄一平牧师他可以做这么大的事，我们都可以的，你看他这么大年纪他都这么努力，这样的时候呢，那个火热就会推动我们任何一样侍奉都更加有力量，又更加有生气。而越亲近神呢，在所有的事上认定他，他必指引我们的路，就有更大的带领的。神一定凡事认定他，他一定会大大的引导我们。在这个时候呢，我会同大家唱一首诗歌，大家一起可以起身下。求你死火焚烧我们，人为我们放下世上所爱，举上手，深深渴慕你，尘埃死你，我们欢迎。尘埃死你，欢迎你来，死你我们真欢迎你，死你我们真欢迎你，愿你祈
妙同在显明，将你心意教导你的儿女，顺从你，跟从你引导，曾我死你，我们欢迎，曾我死你，欢迎你来，曾我死你，我们欢迎，曾我死你，欢迎你来，曾我死你，我们欢迎，曾我死你，欢迎你来。哈利路亚，大家合埋眼，多谢天父。哈利路亚，哈耶稣，我深爱你，耶稣，一起呼求耶稣，耶稣，爱我，耶稣，爱我，到永远，耶稣，耶稣，耶稣在我身旁，耶稣在我身旁，在我心中，耶稣在我心中，耶稣，耶稣，耶稣拥抱我，耶稣在拥抱我，耶稣，耶稣，耶稣在我身旁，耶稣在我心中，耶稣，耶稣，耶稣在拥抱我。因为深信耶稣现在拥抱着你，祝福着你，耶稣，耶稣，耶稣在我身旁，耶稣在我心中，耶稣，耶稣，耶稣在拥抱我。哈利路亚，放松个人，一路深信神的爱，耶稣帮助我们活在你的爱中，活在神的爱中，被神的爱去医治去改变，让我们整个人轻省。哦耶稣，哦耶稣，哈利路亚，耶稣，哈利路亚，多谢耶稣，一路深信神同我哋一齐，我哋飞去神嗰度，飞啊飞，飞啊飞，飞到耶稣怀抱里，飞去神嗰度。飞啊飞，飞啊飞，飞到耶稣怀抱里。啊，同耶稣有种亲密嘅关系。你喺度想象自己飞，你可以用个手飞啊飞啊，飞去神嘅怀中。飞啊飞，飞啊飞。飞到耶稣怀抱里，飞啊飞，飞啊飞，飞到耶稣怀抱
泪。当我们爱耶稣的时候，我们真的真心去爱耶稣，耶稣就将我们所求的赐给我们。你跟耶稣说，耶稣我爱你，我多谢你，我需要你，我倚靠你，我需要耶稣，耶稣我真心需要你，求你将各样的属灵的恩赐赐给我。首先赐给我爱心，耶稣赐给我爱心，让我活在神的爱中。耶稣我需要你，哈利路亚，耶稣我爱你，我愿意做你所欢喜的事。耶稣我爱你，我跪拜你面前，赞美和敬拜我们的王，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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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我爱你，我跪拜你面前，赞美和敬拜耶稣，我们的王，多谢耶稣，哈利耶稣，我们欢喜你，路亚耶稣，哈利路，我们欢喜耶稣，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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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我哋需要你，耶稣，我哋需要你，你好想提升我哋，你同神讲，神啊，我好想被你提升，我好想做你嘅心意，我好想做你所喜悦嘅事，成为你所喜悦嘅人。当我有呢个心，神一定将各样嘅恩赐俾我哋。神就赐给我们火热的灵，在这一阵你求神给你火热的灵，一种火热的心，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身上，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愿你的旨意行在我生命之中，如同行在天上。你的心里有这个火热的心，神一定喜悦。现在大家试试开声跟神说，神啊，我愿意成就你的心意，你开声跟神说，耶稣，我愿意成就你的心意，求你施恩。哦，耶稣，哦，耶稣，我愿意，我愿意献上自己，献上自己，我愿意献上生命。耶稣，求你帮助我哋。嗱，呢一阵你可以同神讲，神啊，有啲咩我愿意做，你帮我去做。你帮我放胆去做，你同神去讲，神会回应你的。愿你的旨行在我身上。当我们先求神国和祂的义，这一切都一定加给我们。多谢天父，多谢耶稣，
多谢耶稣，多谢天父，求主成就你的旨意。主啊，求你成就你的旨意，求你祝福这个教会，祝福我们每一个人，活出神你的计划，活出神你给我们的恩赐，活出神给我们的恩赐，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能力从神而来。多谢天父，赞美天父，求主施恩祝福我们每一个。你伸手去拿，你伸手，神啊，我愿意向上伸高你的手，神啊，我愿意去拿你给我的，我愿意伸高我的手去拿你给我的，我愿意拿，求你给我。你有个心去祈求，渴慕神啊，我渴慕，我很想得到，我想得到，求你使用我的生命，祝福我的生命。多谢耶稣，多谢天父，赞美天父，哈利路亚，感谢耶稣。我们每都是这样，神啊，我愿意今天荣耀你，神一定使用你的。多谢耶稣，多谢耶稣，多谢耶稣，感谢天父。当我们每天都这样渴求，神一定回应的。多谢耶稣。